没想到你这么爷们的人还有这种嗜好啊！其实这样也蛮可爱的。你还故意嘲笑我？Mis respetos, eres buena bestia。原来浩一喜欢喵娘，我。Algunos centímetros más tarde。小浩一，你这个白痴！你以为我想变成这样吗？Estoy un poco nervioso. Flashback de Mojojojo. 喂，你是坐那边吧，我才不去呢。丑八怪不传染的，还是离远点比较好。就是。对不起了啊，我以为是什么脏东西被风吹过来了。原来是你们呢。哪儿是什么脏东西啊，明明就是哥斯拉嘛。闭嘴。Ahora sí viene lo chido。你们这群人渣，给我适可而止吧。Ella no lo sabe aún, pero va a ser mi esposa.你们整天被男人欺负，都不知道反抗吗？大姐，我们尊敬你了。Eres dinamita, nena. Fin del flashback de Mojojojo. 我好不容易在学校里面保护了女生的地位，大家现在都把我当成榜样。如果现在让他们知道我这个爱好，原来你居然喜欢这种讨好男人的打扮，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们。那不是的，听我说。La verdad, las cosas como son. 你应该在他们面前展示你真实的一面，而不是一直这么躲下去。Eso es verdad。我就知道你这样冷血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。讨厌的摩羯座，我讨厌你。我靠，又来！再说关我摩羯座什么事啊 ？Oh, qué buena pregunta, mi。打扰一下，比赛好像就要开始了。根本没资格参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不正好是三个人吗？哎，大小姐，你别这么……是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？我有办法。耶，成功！现在最流行伪娘了，看着腰，看着腿，我都妒忌了。这是大家好，我是依依，请多指教。La llevaré a casa con mamá。居然骗我出来跟别的女人鬼混，死好意。不过你装的好意真是太可爱了，让我只想一口吃掉它。这下和浩一有新节目啊。Diablo, señorita。喂，你是想说啊？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，够了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，尤其是江浩一。喂，同学，对他来讲，一定意义匪浅吧。难怪，本来就付出了很多，为了保密，这份爱好小心翼翼地隐藏。如今，最能让自己鼓足勇气的荣耀也不在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坚持下去呢？别推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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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定要参加，而且还要拿下冠军。Porque es lo que un hombre hace。Mientras tanto。好难啊。什么好难？No quiero asustarte, pero conozco tu secreto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战术啊，当然是战术了。我这个样子，这个条件，
要想胜利就只能出其不意了。哎，出其不意？ Tengo miedo, tengo miedo. Seis horas después. 看我不萌翻你们，凡人们，颤抖吧！ Oye, Peter, estás demente. 不紧张，一点也不紧张。嗨，大家好。这个啊，干什么呢？啊，下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？瘦子，下去！下去吧！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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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！下去！干嘛呀？下去！快点！不要吓我。唐轩，你究竟在哪儿啊？ Al día siguiente. 丢呀丢呀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，大家不要告诉他。哎，小伟娘好萌啊！搞什么鬼啊？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，快一点，快点！好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，学习，学习，我们要学习。大家安静一下，请听我说。其实这一次，我是陪一个朋友来的。我想现在最难受的也是他。为了不伤害别人，他一直在努力地伪装自己。没有人知道他在多么辛苦地隐瞒自己真实的爱好。唐轩，你在哪儿？你听到了吗？唐轩，你快出来呀！Es un papucho. Su cara parece tallada por los mismos ángeles. ¡Wow! Con 大家的欢呼声中可以听出，本届冠军已经产生了，那就是小依依和轩轩组合。Si te gustó la cocinada, deja tu like, suscríbete y recuerda, si ella no te ama, no importa, porque yo sí. FBI, enviad aquí al mejor agente. Acabo de ver una cosa que...